与练习室版本唱的这几句真是戳中我的心巴了。感觉芒果的后期老师也偏爱我们双城啊，我们双城练舞都超认真的，双城组合练习室努力跳舞的样子真是百看不厌呢。老师是什么牌子的？婷婷姐，你这个问题人家没有办法回答，因为这个地方我也没办法数拍了，因为你在唱对不对？对。但是确实我知道晶晶确实都是比我们晚一丢丢。啊，我们这个滑腿好斜啊，我的天。